2016年10月，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城中派出所的一条线索，在这一段时间内，有一个很神秘的微信群，表现异常活跃。是24小时有人在抢红包、收发红包的，那么这样一类群本身就受到我们的关注的。这个名叫摩梭往事的微信群立刻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这个微信群里所发生的情况异常，不同于普通的微信群。还是24小时经营的，他的财务分白班和晚班，然后发包的时候也是三班倒。他的状况就是每天，反正他的群里边流水的话每天达到上百万元。摩梭往事微信群还有一个名字，叫24小时不夜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微信群？24小时不停地运转，每天会有巨额的资金进出。这个群到底是做什么的？在微信群里发个红包啊，抢个红包，那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可要是有一个群，每隔几分钟他就发一次红包，还24小时不停，这么快的频率，这么大的现金量，您想想，这些特征跟什么有关系？赌博。也就是说，这个微信群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发红包抢红包。张家港警方初步怀疑这个微信群涉嫌赌博，甚至有可能就是为赌博专门建立的微信群。因为涉及资金巨大，张家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连同网警大队和城中派出所的优秀警力，立即组成了专案组，对摩梭往事微信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侦查。专案组先对群内的信息梳理分析，确定了这个微信群进行赌博的事实，并且掌握了这个群的主要特征。又对这个群内的资金进行了一个分析梳理。当时我们从特勤反映的那个群内信息整理了大概有3天时间，发现这个资金特别巨大。就仅仅这3天时间，他们就是这个赌博这个进行的一个资金总共大概涉及要750余万元。除了流动资金巨大，这个微信群里还有16个工作人员和100多名群内成员，分为庄家和闲家，维持着24小时赌博的状态。他的这个组织分工非常明确的，他有专门的老板、专门的管理、专门的财务、专门的发包手、专门的机器人，机器人就是专门负责统计的，然后还有专门的兑奖员，他的分工非常明确，他的工作组织构架非常的清晰，他人员众多。与此同时，民警们对群内成员的微信号进行整理和甄别，询问调查了曾经在摩梭往事微信群中出现过的赌客。怎么会进到这个群里的？对，我也是那个叫通过朋友介绍，然后到这个群里以前也玩过，所以到这个群里来玩一玩。那这个群里面是怎么赌法的？就是抢红包嘛，抢那个叫微信红包。然后一开始玩的小，也就几十块钱的，一会会就赢了几百块钱。后来呢？后来也就输输赢赢，反正到最后就是一个输嘛，就输掉了。通过对群内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身份核实，一个重要人物走进了专案组的视线。他是摩梭往事微信群的组建者，也就是俗称的老板，他叫陈志飞。以陈志飞为首的赌博团队在摩梭往事微信群中以一种叫做赌牛牛的方式操纵赌局。什么是赌牛牛呢？给您解读一下啊，这个牛牛又叫斗牛，是一种可以由同时多人进行的棋牌游戏。在这游戏里边，满足坐庄条件的玩家你就坐庄，这个闲家分别与玩家比较牌型大小定胜负。牛牛游戏衍生出来的赌博方式在民间呢比较流行，
现实当中呢，有用扑克牌的，也有用麻将牌的，哎，就靠这个点数组合比大小，谁都可以坐庄。庄家的点数跟闲家的点数比大小，按照这个金额算出赔付。那赌牛牛，它怎么发展成了微信赌博了呢？2017年1月，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专案组开始进行收网。为了防止证据被毁灭，民警们分别赶往浙江、新疆、天津、江苏、广东等地，对摩梭网式微信群的工作人员实施抓捕。谢谢，好，再见。此时正值2017年的春节前夕，团伙中的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逃回老家新疆克拉玛依时，追捕组立即赶往新疆，在-2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成功将三名在逃嫌疑人抓获。当时在选择的也是早上吧，几个地方同时把人员锁定之后，同时抓捕归案之后，我们进一步扩大这个线索，深入的去挖掘。通过对涉案人员的讯问，摩梭网式微信群的真实面目逐渐浮出水面。今年35岁的陈志飞是苏州人，原本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但是他的不良嗜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自己喜欢赌钱吗？那你怎么知道用这种方法开始赌的？在哪学的？应该是被人家拉进去赌的吗？随着赌资越来越大，陈志飞萌生了自己坐庄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某个进行赌博的微信群里认识了一个网名叫小薇的女子。两个人就是想要通过这个赚钱，通过这个来赚钱，所以就两个人就合作。他们两个人是每人50%的股份，然后再往下分的，各自招募工作人员，然后往下分的。小薇30岁，浙江人，和丈夫一起做轮胎生意，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为了赌博，甚至连两个孩子都顾不上照看。一个10岁，一个9岁。我也不知道，以为我不知道这个还犯法这样子，因为犯法的话，说句实话都不会去干。你觉得这个东西犯不犯法？对啊，因为就像因为抢红包，我感觉就是说玩的人很多呀，对不对啊？我就不想呢，就是说犯法，反正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说也没不要，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就是犯，就是你只把那个棋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不是我们以前是自己在别人那里赌的。摩梭网式微信群成立以后，规定以日结为结算方式，就是每天跟这个赌客结一次账。群内还建立了有明确分工的工作体系，有3个发包手，负责发红包的，3班倒啊，24小时不间断的发红包，有负责统计数据的机器人。有兑奖员和负责拉新赌客入局的推销员，有专门结账的财务人员，负责跟赌客之间转账啊。还有一种人，叫赌托。赌托也是由工作人员来管理的，赌托也是拿固定的工资的。那么这个赌托起到的作用，就是让进来赌博的赌客认为这个赌博群是比较繁忙的，比较热闹的，给赌客产生一种就是里面比较热闹的一种假象，来引诱你进去参与赌博。除了雇佣人员，陈志飞和小薇还制作了大量的广告，以微信的方式推出和传播，吸引赌客。广告内容比如说单车变摩托，或者说奔驰叫奥迪变保时捷或者怎么的，也起到这么一个宣传的一个效果了，就是说去引诱你，就是来下大的马，然后来博取更大的收益。这些具有诱惑性的宣传语对好赌成瘾的人来说有着无法想象的吸引力。
当时比如说你有赢的话，你肯定不会停的，而是会继续去赌，然后就是说输了的话，你就会想着去翻本。他这个有一个以小博大的模式在里面。每一次抢红包结束，微信群里加载的一个叫做橘子助手的换算软件都会算出赔付比率，赌客便可以根据赌资与工作人员结账。而橘子助手是一个专门为微信赌博服务的软件，承担了换算结算的功能。你怎么盈利了？盈利吗？这个上庄抽8%吗？就是上庄，是庄家赢的话是抽8%，还是他上一把就上抽8%？他拿多少钱出来做庄，然后抽8%吗？一把一把都抽的，还是每一下子抽的？一下子抽的，做一次庄嘛，下庄以后再做嘛。不管是在网上微信红包群里赌牛牛也好，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赌博也罢，这个赌客的心理呀，那永远都是赢了的想继续赢，输了的想捞回来，这性质都是一样的。在微信群里边赌博，一般的赌客都会有那种不容易被发现，哎，我来去比较自由，赌博的金额可大可小，我自己可以掌控，这样的心理倾向。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的赌博方式吸引了大量的赌客，同时也在毒害着他们的身心和家庭。在摩梭网事微信群最初成立的两个月时间里，陈志飞和小薇靠向赌客抽头盈利的方式获得了不菲的利润。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顺利，他们反而遭受了意想不到的重创。就是最后要关门的那两天，就是有光我一个玩家就赢了我们30几万。玩家是谁知道吗？不知道呀，就是一下子，你平常不可能赢这么多，一下子就是基本上30几万每把他都在赢。他是就是说他每一盘牌都压了很多，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庄家抓了一个牛牛，他就会比牛庄家还大，如果说庄家抢了一个豹子，他豹子比庄家还大，然后就是说两天就赢了我们很多。那你们有没有怀疑他是使用一个软件或者是采用其他方法？怀疑过呀，我们也是怀疑过，后台也是闹着怀疑过的，但是也没有发现什么的，因为他把那个红包图都截出了，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在这个神秘玩家消失不久后，陈志飞和小薇因为亏损和内部成员产生矛盾，微信群陷入混乱，并彻底暴露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至此，摩梭网事微信群的赌博真相和证据被张家港市公安局全部掌握，包括陈志飞和小薇在内的16个工作人员都被采取了强制措施，整个案件涉及的资金达到4000万元。这个东西之前你有没有意识到会有现在这个结果？没想到。也没想到，可能没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是吧？像大不了有的事情拘留嘛，罚款嘛。这个网上的东西抢两红包应该不至于这样的。因为那时候看见人家都在抢，都在玩，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边玩。相比陈志飞，小薇的悔意更深，尤其想到两个年幼的孩子，看守所中的小薇忍不住泪流满面。出去啊，所以我第一时间肯定会把红包软件卸了，然后就是说女人嘛，不要要求太高，是把孩子带好就好，孩子最重要，先有孩子，现在最重要就是抓紧了，也对我是好的污染，我可能是我陷得更深。说当是法律的制裁，但是微信赌博对于参与赌博的人来说却有更深的毒害。近年来就随着这个微信用户的增多，利用微信平台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的案件呢，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所以这一类的案件呢，近些年我们接触的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实际上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因为这个使用微信的群体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们很多年轻的人他的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进入这个群以后他可能没有什么识别性，但是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进去了你的行为性质都已经构成了赌博罪了。像摩梭网事这样的从事赌博的微信群其实还有，虽然涉及的金额可能没有这么大，但这些微信群依然活跃在赌客之间。他怎么就能那么活跃呢？像陈志飞啊、小薇啊这种开赌局的人，明明知道是犯罪行为，但是他们都有一种侥幸心理。哎，他们也觉得我开个微信群设赌场，这比较隐蔽啊，被抓到的几率比较小。对于那些参与赌博的赌客来说呢，这种赌博比现实当中你参与一个牌局，那来钱快呀，输赢大呀，赌的就更容易呀。可这些人都光想着赢了，忘了一句话叫十赌九输，还有一句话叫不赌才是赢。我是陆一鸣，明天见。